Hello， 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野生动物园。我们今天要进行非常拉胯的 freestyle 挑战，拉胯挑战第二期。走，开小车。咱们这个节目开始录了，已经录了30分钟了，就在这里排队。是换成录完了之后即兴创作一首歌曲吗？你好，孔雀。这是没有危险的动物吗？还喜欢玩水，就是美国。住在这儿吧。居住地的选择上，也计划那个豪华。那个动物都在睡觉，看得我都困了。这个叶子好小，就这么大一只。就像这里的猛兽。人类为我肉，哪怕吃肉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不理我。你好，孔雀，他是不是走散了？拜拜。你好。这里有一个游。山羊面包。那边还有。我也想睡觉。长颈鹿也有危险，长颈鹿打架的时候用脖子甩，你看过吗？是会有两个脖子对撞，你没看过吗？然后就会把脖子撞断，很恐怖的。长颈鹿很危险的，我怕我一过去，它一个大脖子给我甩过来。这是没有危险的动物吗？老虎，老虎。这是没有危险的动物吗？它不过它外籍过来的。电网能拦住吗？你知道老虎的弹跳有多高吗？来，这有一只老虎。你知道成年的东北虎的弹跳力有多高吗？能跳2米多。这倒不是因为它的毛发有多么惹眼。哦，救命！它不会顶我吧？我拳头准备好了。来了，这个路很危险的，好吧？这个路人直接把人顶穿吗？怎么看的？跟猪头似的。哇，他们有一个，看见了吗？你看那个是电线。除了人类，棕熊经常在只要是棕熊出没的地方，其他动物都会退避三舍。我已经汲取了灵感，我要写一首棕熊之歌。没事，咱们再说。你跟说算大象，森林里的动物们。狮王。狮王。就这小东西是狮王。哎呦。在非洲，如果你看到一头狮子，来了。狮子长得好帅啊。猛兽区不代表肉食，对吧？对。犀牛也是有可能的，但是犀牛比较危险嘛，犀牛应该可以把车顶翻。这是我们今天的全新的一个 freestyle 的方式，打油狮之王。打油诗，打完油来炒菜吃，马上要来看白鹿，大白鹿，小白鹿，但我爱吃大白兔。白鹿白鹿哪只鹿，想走哪路走哪路。今天来看白鹿耍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通罗马。这个区域有天鹅，大天鹅、小天鹅游玩小溪、游大河，吃饱饭了打个嗝，它这里边全是天鹅蛋，天鹅蛋，一个天鹅下个蛋，下了蛋怎么办？下完蛋在河里转。牦牛，高我一头，猛兽见了都得发愁，好像吸进去一颗柳絮。如果我的命不过硬，我就一定会过敏。看到了柳絮，我已经肿起了我的手臂。因为到了春天，所以要去荡秋千。那些美好都在我们身边。这里的青草正鲜，我不会真的过敏了吧？我想好你回去要做什么样的一首歌了。我回去要做一首猛兽的春日旅游歌曲，适合在一个春天听的猛兽歌曲。欢快的吗？
欢快吧，毕竟春天到了嘛，今天感觉就像春游一样，然后看到了很多很熟悉的动物，感觉每天都能见到它们，所以要写一个春日日常猛兽歌。距离从森林到城市是无法掩盖之间的交谈，本质同样看星星，在不相同的草原，不再有攻击性，不再会对你感到抱歉。我像长颈鹿不住地在望着天，我像希望，像是逃在这边，发展会如何，在人类小之间，是否有爱，是否依然美？有真实的爱，不会被时间所限制。爱能跨越一切。直到下个陨石来临前的一秒，我也会与你相遇，轻轻依靠。